再来看到一个新的消息，哈维菲推出客家汉语输入法应用程式，初步研究正式开始本台家用诶。本民众投行通总之后，轻轻松松就听未出汉语文，还我们做的大部语言转换做文字。不过一下也同你同石油、吸烟同海陆强，其他三么强调的使用者，我再个定价一下。我打出卡卡斯，头摆一百年，台是为用租金去请出特别个卡卡斯，好事又好工。咖啡冰二十五推出黑卡卡发商逆反应用程序，所以同行通总之后下载了后，直接加入键盘地图，为好卡发打卡卡斯都喊卡底片。就讲安尼，黑卡人讲黑卡发，即黑卡文，就用了黑人输入法，唔止在透过了将方言嘅注音，安用来潜思。还有一方，对人哋嘅汉语文能力呢，哈，提升活动有效果。自家咩当地嘅好啦，不说有条诗啊，自家唔敌啊，还喺门口听，班台啊大量摆手机的咧，啊，咩做的啊有一条正音，却正音嘅用途啦。除了卡卡斯卡发平静是得轻松打出来，结合已经偏食功能，总共该相近每时得七只装扮做本事。欢迎大家向下来讲下。那么，一同你同未来结合教育资料从旧的流量费，不如行卡多该快快进中。目前使用者哈是公民对公民，但是未来比如讲像教学方面哈做得开放本。外面呢，教育提一些呢，欣赏啊，还有提医疗哈，还有提创造等等各方面，外面就做得了开放本，相关的团体也系公民来使用。不过，已经偏是功能，且不是干那些套 Android 内同款内容 ，iOS 该用户还要固定几礼拜。那么，在套尝试，另外面干那几件是健康同海钓强，其他强条可比比起安算，套未来三年会一步建制完成。客家新闻林金柱刘义平新北报道。